穿泰雅传统服饰的船员艺术团，脚步跟着节奏舞动身躯，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。歌手伊拜维吉清亮嗓音诠释泰雅传统歌谣，动人歌声让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，为2012原来泰会唱北泰雅歌唱比赛暨清泉文化观光季热闹揭幕。五峰乡公所结合10个北泰雅乡共同办理这次的观光季活动，安排以歌会友的歌唱比赛，团结原乡感情，也号召大众到山上体验原住民的文化风情。10个乡镇来比赛，等于整个台湾的北泰雅，就是我们泰雅族的一个系统，全部在我们五峰乡比赛，主要是在文化传承，也是用这个音乐把我们的母语推广，这就是我们举办的意义。原来泰会唱不只有的玩，还有的吃，提供原住民风味餐，翠绿的山菜，大火清炒，滋味满分，马告调味而成的凤山鸡。肉质 Q 弹，风味十足，让人食指大动。这些料理都将一一呈现在大家面前，品尝来自山上的美味。原来泰会唱活动不只凝聚原住民的情感，民众也能透过活动进一步认识原乡部落，来一趟五峰泰雅之旅，感受原民文化之美。